大概比较难找了。低值，他妈低值的是吧？太好了。再回到，有的是用内三，有的是用外一，这都可以探讨啊。不同的老师，你说什么版本？这个用的是外一，有的用外一，有的用的内三。大家试试看，外一比较好找把位，内三很难找到把位。内三突然盘扳照，别让。再回到，还要第一把位。哎呀，这找一把位很好找，一碰的弦就是啊，就是你看这样的名著，这样的名曲，不同还有不同的指法，有不同。这样简单一点，我觉得2-1-4、2-4-2-1下来就接这个。如果啊，这六个音都是一指，可就是蛮麻烦了。这个大把位，索拉西到四个音一下刮过去，然后1-3-1-3抹啊，指法没错。叶大哥可以试两种啊，你可以试着玩，熟练的哪种都可以。胡琴就是一个指法功法。就是在这玩味，那个拉是拉吧，功法都没错，这个拉是拉，对。对，这个功法有，啊，这非常重要啊！你问我任何一个问题，我都要解决，不然的话下一步对不起来了啊！我还没往下写，因为啥？我就觉得问问你们，看看行不行。
还有这么一节没有，这首歌就进去了，推到底推到底，工资没用完，对，拉着拉着很好，推没推回去，因为这有个缝，推回去，用点气用点气，要和呼吸连起来啊，这样的名曲要和呼吸要连起来，往后吸，整个气从后往后接啊，你哪个你是打开里面的啊，要有气要有气。拉少了以后，我们反复试试，就当玩一样啊。